法水颂八场金藏演绎撼动人心，成就庄严道场的幕后团队，个个忙到体力透支，依旧欢喜互道感恩。我就是讲，大家做这代志，就是咱大家代志，所以大家有心一同的嘛，真的是把这一次的演绎画下完美的句点。志工在每一个环节展现超高效能，不论是饮食补充、环境打扫，连情境布置都设想周到，将彰化体育馆化身为灵山法会大道场。突发状况的事情是多到从早上到晚上，素香师姐永远都是没问题，什么就是很清楚的去解决。慈济的历史印证，经是道，道是路，路要身体力行，我们会紧跟上人的脚步，步步踏实，方向目标不偏不倚。唯有身历其境，唯有真正在那里面，那个感受之深啊，一辈子永难忘怀。你说观众看三个小时觉得很快，我们跪三个小时也觉得很快啊，也一下子就过去了。汇聚大中区慈济志工之力，从筹备到演绎落幕的整个过程，俨然就是佛法生活化的体验。这呢，就是我们的历史。哦，那《无量义经》呢，是我很重视，因为它跟我很大的密切的的关系，因为是我在总经的内底吹出来的，我写出来的。所以大家呢，也是跟着师父在行经呐。上人勉励弟子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，在行善助人的同时，也丰富了自己的人生。大爱新闻的亚平李月维彰化报道。